的吗？就跟他抢。我感觉那个海景房去不了吧？那个海景房。我刚刚讲了。我讲。他们那边三个，靠左边三个，有一个五十道位置，加中路一个，迷宫路一个，这个海景房二楼一个。前方有危险。打二楼打。前方有危险。旁边还有。这个位置，海景房二楼一个，中路楼顶有一个。抓海景房啊，兄弟们！好的。有头像可以抓海景房。我知道。我捡过来，来了。抓海景房是吧？海景房在这，我有人。开服打城了，二小房间。靠迷宫的小房间。能抢救吗？没有。你楼上应该没有。你叫不了吗？飞机啊！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来抢嘞。他跳走了。哎，他爬走了，兄弟们，他的门被打碎了，往后爬了，我们得动作快点。A 四直接跟那个满明队对上了，一起已经倒地了。尴尬，要是一七这个位置就没法扶了呀。对。哦，哎呀，感觉要近，手雷来得很近，还好，跑得比较快，小伙子腿脚很灵便。我 A 阳被万载秒了，是补不掉吧？我操，吃雷了。没事，不要慌，没事，去。那关键少城这个位置倒了之后还能，旁边队友可以给压力。对，周琦琦压上去了。小玄靠你了，唯一敢枪线，这个位置要压住周琦琦啊！这要是压不住周琦琦，感觉满面队要出问题。我怎么还有可雷啊？我操！还能再守一守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就看 Z4 能有多少的投掷物。果不其然啊，满天堆，雨果，我去，雨果直接带走两个，我的牛逼啊！你这比赛的神啊，王源，吓死我了！我脸上，兄弟们，我脸上这个坡一个，危险！我再看，哎呀，我再看，绝招！我脸上坡就一个，你把他顶了吧！我丢，等一下，我掉一万血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去吧，这石头有一个啊，注意。前方有危险。然后我们脸上的坡有一个小圈，就你脸上小圈，脸上有一个。死了！我回去开车。打个上面。牛皮，这个石头有一个，注意啊，打标了。流死了，这个石头我在架，我能不能顶他这个位置？阳还在输出啊，但是他们目前的进圈点位并不理想，在北侧的应该是低地往前走之后，会发现有大量的成员已经把北部完全卡死了。你发现没有，满天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运营思路什么的，他们基本上前面阶段五是以拼中心为主，然后后面如果刷切角的话就亏。连现在满面队就是开始推啊，小玄在侧面先找了 BT 的一个突破口，然后那个大部队在侧面在大盘斜再往前推，啊，推的是谁？推的是神兽，嗯，啊，一点一点给他拉扯过去，这样的话他可以保证圈边他们是安全的，很聪明。哎，他这个思路，我觉得所有的战队可以借鉴一下啊，其实真的非常好，保证屁股后面没有人，对，先行清屁股再往前推进，这也是比赛中常用的一个推进方法。而且 Drunk 也可以学一学，因为 Drunk 经常会碰到人偷屁股，特别讨厌，对吧？没错。手雷来了，雨果这个手雷。给个点，打一个，看到一个是吧？电脑他。现在手雷的武士先吃车轱辘。这是不坦协同，嗯。神又是平原线。对，大平原。感觉如果说这把神之套能把北部清下来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因为南部确实进圈的压力太大了，想对我先掐一下。没人了。你们就是。打！没对，这就去。如果真牛啊，我。可以呀、啊，九个淘汰满编队。就看他们能不能顶住神之套结果、哎、兄弟们咱们数一下，就是我们兰博这次的泥巴杯能说多少个牛逼有奖竞赛。这不是极限词吧？
不是、啊、可以说吧，可以说，那我可以说吧，可以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在写手台上，如果不是来到兰博的直播间说牛逼，就直接连人带椅子下去了。那肯定是不能说的。大家懂的都懂啊，懂的都懂，不懂的也懂啊，啊，不懂的也该懂啊。犯错把人头全部给了出去。这满编队是节奏做得非常快，那没了。羽化刚刚好像是把自己完了，没了，自救戏扶起来。对，就剩满编队了。来，恭喜满编队啊，第二把。还是老牌战队厉害。十一、十七、十九，又是十九个头。哇，我的天哪！35分，太猛了。兄弟们，太猛了吧！放大。